这个是 Rochester Park， 那这是一个斜坡式的公园。OK， let's go。非常有特色的溜滑梯，待会可以让您秀一下。There we go。经过这两年多来的疫情，各个城市在尤其在公园的设施方面都有显著的进步。当然光 Coquitlam 你看他们现在的洗手间，公园的洗手间也做得非常的有造型，也有不错的感觉。